给我去年第一次来。啊哈！你已经是看不起了吧？刚才。呀呀呀呀 ！My God！ 然后我就很喜欢去新加坡美食。啊哈！你看太帅了，我的。是，欢迎你。新加坡美食到底是你最喜欢？大鬼。今天吃过了吗？猫的点心。待会看地图吧，是会吗？难怪精神很好吧，吃饱了心情特别好。嘉欣你好，欢迎来到新加坡。谢谢你。刚刚你的飞走过了，刚刚是你们来是七八个月前，他们已经就是整个哭，对，等了。你看每一个人精神都不好，你知道都没有吃饭，都会想你。你看，你一出现，每一个容光焕发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忘了，我觉得我好像有新的出现。明白呀，明白吗？来新加坡的感觉如何？来了好几次，我已经来了好多次，这里都是我第二个家。哎呦，所以我们非常感谢，你也感谢哦，是欢迎你。那旁边这位帅哥，今天粉丝团也是非常多的朋友，欢迎马国明。第一次来新加坡，跟嘉欣好像来了好几多次，是不是？那是我觉得这样的第一次一个人去的，第二次真的很开心，是。我会觉得新加坡太热了吗？现在还好啊，我觉得现在很舒服。现在好像比香港没有那么热。是的，对呀，比香港更舒服。至少哈，有风，对不对？我热到凉到你都要披上披风了哈。有没有特别哪一道新加坡食物啊？毛国明回到香港会特别想念新加坡的食物美食，吃的东西，对，吃的东西，都吃的好的，好吃的东西啊，你都喜欢，都喜欢，是哦。可是拍戏的时候有没有想要这个节制，说不能吃这么多，有吗？还是什么都不管？是就是拍戏的时候会不会想说吃方面要节制，也不可以吃这么多？在香港没有，就是便当。哦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因为要开工嘛，没有太多时间去。是来新加坡特别享受一下，对，当做休假，又当做工作。对。今天呢，因为这个新闻一定是大奖的关系，很快在10月14号要举行。今天呢，有非常特别的这场粉丝见面会，我们请了4位明星呢来到现场。当然呢，除了跟大家问候之外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有哪些新的作品啊要问世。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好几位呢，我们现场刚刚抽出来的观众呢，在台上跟你们一起玩游戏的。好，我们事不宜迟，先请这4位朋友来到台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欢迎这4位朋友，赶快来。我看我都清楚吧。那我们现场呢，抽出了4位朋友，他会跟你们配对玩游戏。嗯，啊，今天这个游戏呢，也像我稍后来仔细的讲解一下。其实不难，但是请问你们对于新加坡的食物，刚刚我们有聊了一下嘛，好像蛮了解的。对于新加坡的景点，你们了解吗？像比如说，我去香港的话，应该是走的是光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到香港的话呢，有几个地标是必去的。新加坡的景点，你们熟悉吗？很熟。你很熟？那之前你做那个节目是不是？对啊，很熟。了解哈，我感觉你蛮有信心的。好，不然我们现在就来配对一下哈，我们这4位朋友，好，就直接。你们好。好，就。